一件朴素的军大衣，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成就了一位草根歌手。台前陪伴他的是夹道的鲜花与掌声。幕后，他却感到无尽的疲惫与困惑。付出的太多了，太累了。是什么让他在乡亲们心目中毁誉参半？我早有天想，早有想。是什么让他成名不久便心灰意冷？不可能啊，你，咱不知道的就得罪人了。敬请收看纪录片《编辑室之大衣哥的成名番》。记录生活，见证时代，欢迎收看纪录片《编辑室》。画面当中的这个人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之为大衣哥，咱们中国版的苏珊大叔。可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明星。在2011年央视的星光大道栏目上，他身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演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而迅速地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同一年，他又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这位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的农民歌手，从此就走上了演艺道路，奔走于全国各大电视台的节目录制现场，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业演出和公益演出。这一切对于原本只能够靠种地和打工来维持生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场圆梦之旅。然而喧嚣过后，他却说自己更加希望过的还是守着三亩薄田一间陋室的农村闲适生活。到底是什么让心路顺畅的他发出如此的感慨？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大衣哥朱之文。回来，我看你再走一步，小伙，你站着我没事。站着，走，上学去。我跟你说，小伙，你来后再这样动不动你跑，这个他妈的神经病！我照你个胸脸，我呼死你！成名后的大衣哥，一年中待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多。当我们赶到他的老家山东菏泽采访他的时候，却正赶上他和儿子吵架。我这回我给放过你吗？你往后再不好好的上学，再胡胡跑，你走着瞧瞧。今天是儿子返校的日子，朱之文的一双儿女平时上学住校，两周回一次家。朱之文本打算送孩子们到附近的校车车站，但儿子赖床的坏习惯惹恼了他。他在家管孩子不被打，他本身他自己都没有教养，他那教孩子能教出啥孩子？那我请问在家叫他出去？他出去咋样？我住外，我不能再住内去。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夫妻二人为孩子的教育问题闹得不开心，而实际上我们知道，让朱之文烦心的是社会上对他们两夫妻离婚的传言。你这样说什么话都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方说哈，我有个孙子，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听说我三爷爷，他说我跟怎么一辈儿，我孙子，跟我三爷爷怎么是第四老三哈，我三爷爷我离婚了，这往我查到，我哪事的是吧？就说啊，就是我说什么话都有。哎呀，有一个往往找呀，怎么离婚了，是吧？身上有哪事吗？根本没哪事。成名后的朱之文，社会交际广泛了很多。受到众多女粉丝的追捧，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朱之文要面对的诱惑。穷日子俺过完了，有点钱那都是妒忌，那妒忌你再妒忌不可能的。我咱没离婚，我自然离婚了，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那个妻子，
我没离婚。2014年6月5日下午4点，朱之文准时来到央视大门口，准备参加综艺节目录制。几十名粉丝早已守候在这里。喜欢他唱歌，觉得他的嗓音特别的高亢，特别浑厚，我就从爱上他的歌，就爱上跟他接触了以后，又觉得那么朴实，我就喜欢上他这个人啊。你唱两句。哎，我今天嗓子在央视大门口唱歌。朱之文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粉丝的热情总是让他难以拒绝。если бы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 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他的嗓音非常适合唱俄罗斯民歌。我出名了，靠什么？就是靠大家的支持，大家要支持你，喜欢你，媒体关注你，就宣传你。所以说呢，谨慎又谨慎，怕哪我做不对了，怕哪我做不好了。没有明星架子的朱之文，总是耐心地去完成粉丝们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切磋歌艺，传授唱歌方法，这些成为了每一次他与粉丝见面的主要内容。朱之文的每一次演出都会有大批粉丝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支持，构成了他坚实的人气后盾。毕老师的今天呢，我是第3天来录的，还得有3天。这几位呢，就是说有我的粉丝啊，有我的粉丝呢，也有这个我二哥。我二哥呢，他就是代表我的家庭过来，我的家庭一个成员。朱之文本来想带着妻子来参加央视暑假7天乐，彻底击碎那些社会上关于他离婚的谣言，但不巧的是，这几天正好赶上山东老家收麦子，妻子忙于收割无法抽身，他只好让在北京打工的哥哥朱之房一起参加节目。他的弟弟参加这个节目，所有的家人吧，所有家里的人来配合，他就是我给过来。我配合我弟弟把这个节目压这个节目，我弟媳妇在家收麦嘛，他不能过来。我还带了一个茄子呢，也行，都行，是拿着还是挂着？最好是弄个网头。换服装，拿道具，化妆。与编导对台词儿，他熟练地游走于舞台的后场区内，这一切准备工作对朱之文来说已经游刃有余。后场期间，他不时向其他录制嘉宾请教一些细节问题，也不忘和像他一样草根出身的明星调侃几句。你歇歇，我还歇不了呢，俺家里没一块梅子快渴了，您那边渴还种梅了吧？对，你回来。你觉得这打扮怎么样？特别少，节约。往好听说节约，往坏了说就是抠门。怎么个抠门法？就是，哎呀，穿衣啊、打扮什么的都特别省，特别是平民化，就比普通老百姓穿的还差。就是，咱们穿个百十来块钱的衣服，他就得穿个10块20块，要不然感觉自己不符合身份一样。虽然现在特别火，但是很低调、很朴实。不是说当着你面夸你好哈，确实这样。哎，没有没有。临近上台，朱之文与二哥做最后的台词演练。旁边这位是？这位是我二哥，不知道了吧？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二哥叫什么，诸葛亮吗？第一次上台这是，我真是，我也不爱好唱歌，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你没见星光大道嘞？还有那个春晚嘞？这春晚比这大的多了，那才厉害嘞呢。星光大道，那舞台比这大，比这能大一多呗。这是1000嘞，这是1000平米嘞。像那个像春晚那个是2000多嘞那个。在朱之文的鼓励下，二哥终于鼓起勇气走上了舞台。
这是你家人啊？啊，这是我二哥。哦，你二哥我知道，朱志文的二哥叫诸葛亮是吧？李老爷，你太厉害了，你一下就猜对了，是吧？啊，真叫诸葛亮啊？啊，我怎么认识我二哥？这叫什么？每天就是在熬夜，一熬熬到这个时间，那个特别疲劳，休息不好。白天呢还得要学歌，录歌，做节目，为晚上做节目还得要准备。做节目呢是特别是累，还不如在家干个建筑，干个农活那个情怀。暑假期间乐。再叫一个，叫，人多大了还爱玩这些？哎，小时候都没有玩具，还好我有个小鸡。这个鸡在俺家好几年了。你俩比比谁像？他下雨，这不那个吧？他大概四点了，我来。四点下午。录完节目的朱之文赶回菏泽老家，他想给妻子搭把手。其实，朱之文说他最向往的还是原本的田园生活，不停的赶场演出，让他觉得生活过于疲惫。两间房几亩地和妻子儿女欢聚一堂才是他想要的幸福生活。这是我洗澡那个地方。在哪洗澡？来这个板上一站，来这个站那个板凳上。啊，冬天呢？冬天洗不上了，说实在的都没洗过澡，除了过春节啊烧点水，用个大盆子，攒盆子里边用手去擦一擦，赶快的擦，擦上紧的点，擦快点，不擦快点，冬天特别特别冷。我出名了，就是人家给我说，哎呦你出名了，我给你安个太阳能嘛，不要钱。有了热水洗澡，是朱之文享受到的成名之后的实际好处之一。更实际的是，他终于可以有钱盖房子了。去年就是我建了个小房子。花就是3000多块钱，敢说就是，哎呦，这你建两间小房子怎么花那么少的钱呢？没有买砖，一块砖的3毛多块钱一块，这得用好几千砖的，省了很多钱。那个砖就是盖这个房子是吧，在这就在外边剁了这存的砖，就是买点水泥啊，买点沙子呢，哎，就是建的房子很便宜。你像这个今年小麦丰收，在他离开家的这几天，妻子已经收割完麦子，并存放在家里的库房里。朱之文琢磨着将麦子卖掉一部分，补贴家用。九百六十斤啊？九百六十？九四十？九四十？加886。886。加。这钱给谁啊？来，给当家来。给了，给当家来，快来，快来，给我送来。你看，你把他花子钱给他送你，快来。你快来，给快来。咱我讲讲给他说的，我他种地的钱我不给他，我给你帮忙背帮。啊，你要干什么呢？不给你过来背房钱，种地我种房是吧？那给你过家，给你房呗。那我给着你这受累了还？你起早去起个种地，我讲他跟他商量呢，就是我在家收了这庄稼卖的钱归他，我在外边唱歌归我。你都不是喇叭子啊？哥给要钱吗？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样的夫妻斗嘴已经成了朱之文的一种生活乐趣。平时在家，朱之文便会和妻子一起做饭，一起干农活，享受农村悠闲快乐的时光。每次朱之文回到老家，来家中走动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临近傍晚，客人们都散去了，夫妻二人便会在门前的木板床上乘凉休息。可以看得出，他们依然十分恩爱。你看，小姐她陪着我，她你看她整天没有时间，待了两天，忙的忙死忙活的，啥事都我自己了。你怨不怨大哥？哎，随他心嘛，他对我好，家里他那啥子那个。不好啊，对我不好，我就跟着你。你跟着我咋？啊，你都我不跟呀。你愿跟谁跟谁去？你废话那是，我跟谁愿意吗？愿意。愿意，我不愿意了。虽然嘴上说不愿意，但自从自己成名后，朱之文还是带着妻子去了很多地方。哪都跑，我去不了，反正在外边，那个搁那都是吃海参海味的。有印象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经历吗？哎，那个乐过来，那乐大嗡嗡的叫，那个乐大，那个一开车就在那飞的时候，飞的时候那个噪音啊，还嗡嗡叫。飞机的轰鸣对妻子来说并不习惯，但丈夫的成名却让她体验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朱之文在村里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如今终于熬出了头，他们的幸福生活应该才刚刚开始。但朱之文告诉我们，他已经有些经不住了。一举成名，他成为村里人眼中的摇钱树。他有钱了，你不早有钱借，你早就借。老子借你不还，我不借了。这为村里做好事儿，却受到乡亲们的种种质疑。找他接活去了，赶着建个学校，一分钱没赚。没钱也好，有钱还得罪的人。衣锦还乡的大衣哥面临着怎样的烦恼与忧愁？稍后请继续收看大衣哥的成名烦恼。快乐多美好。成名后的三年里，朱之文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各种演出，其中公益演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天早上六点，他从北京出发，来到宁夏青铜峡参加广播惠农爱在乡村系列公益演出。这样的公益演出他一年要参加几十次。如今奔走于各大公益演出的朱之文，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自己第一次参加了那场公益活动。那一次，大衣哥脱下了让他一举成名的大衣。那是在山东，后来一个小孩，他接着领着他，泪流满面的。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但是一听得了白血病，活不长了，啊，需要一笔钱换那个骨髓。你说我咱做一个真的有良知的人，咱不帮人家吗？咱能不帮帮吗？咱得帮。帮我这刚出名也没钱，我就是说我估计那一个大衣，我出名的这个大衣，一个大衣大不了啊，我30块钱买的，我到时候我卖了，我还能再买一个大衣，花个百十八十的，啊。我去卖去了，一拍卖拍了518，一看有5个小孩去看病不够用了，我当时也一激动，我这个一激动不管3721了，我再加10万的呢，61.18万，啊，这结果就把这个钱就捐上去了。10万元对于刚刚出道的朱之文来说并不是小数字，但身为一个父亲，想想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他觉得一切都值得。那次之后，朱之文便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演出，不仅不赚钱，还常常拿出钱来捐款。但也正是这些举动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成了大家口中年薪过千万的有钱人，村里隔三差五便有人上门借钱。我给他借钱，借钱借了还不还，
借钱不还。啊，知道他有钱，闹不动，我闹不动，他的亲戚亲戚也借了个生什么都不还。还盖楼，买轿车，买轿车啊，都是借的他们的钱吗？他借钱的人多吗？还不少。有后来他不借给人钱的吗？人吗？很少，多少啊？借的。那钱借了您还了吗？没有。打算还吗？还？他的钱还花不了了，那谁打算还呢？不打算还了？还倒要还呢。他也没提说应该还钱了。基本上他提这干啥？我出名了，我挣了钱了，我挣了钱，有的好几家到现在就是不搭理我，我借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甚至借四次，他都借给他了，借给他十几万了，啊、你第六次他再借你的，我就说你老是借你不还，我不借了，真的，长一次不借了，马上就说不搭理你了，啊，你这个人那个。我那不可理喻，就这样说，我再出名再有钱，我也是人，我也是有感受的，我就是说实在的，人跟人打交道是最难的，所以呢我现在是特别是灰心意冷，我不想出什么名，我不想当个歌唱家，也不想当个艺术家，我就想过我这个平常的日子。村民们之所以把朱之文当成摇钱树、冤大头，除了他的公益捐款，另外一个原因竟然是他成名之后为村里办的几件实事。你是觉得他有钱了，就是管他借钱都很正常的？那你他有钱了，你是不早有钱了借，你早得借。那电梯要不拿他也治不好，这都他那照顾的，他上这外边捐的钱弄来啥嘞？你反正。这里是朱楼村的一个小广场，朱之文用出名后赚的第一笔钱在这里添置了健身器材。他说看见城里人都在积极锻炼，他也想让村里的大人小孩聚集在一块儿，给村里增添人气。花了3万多块钱嘛，这是小跷跷板，这是7岁到10岁中间玩的，这个是跟这是一块买的，这是锻炼腰的这个呢，啊，这是小农村小孩，这一点素质没有。你看看，这都烧坏了。这个其实这个，在朱楼村的村口，我们看到了“之文路”几个大字，这是朱之文捐钱修筑的道路。3年了，他给我立了一个百计，这“之文路”，功德千秋。没命样，哎，有啥用啊？这按照这，我其实我不愿意叫他修这个碑记，我也不想出名，按照私人才修的碑记嘞。村里的两个变压器也是朱之文的功劳。记得花多少钱吗？大概就是5-6万块钱吧。尽管成名后的朱之文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但村民们对朱之文的评价却褒贬不一。他修路，你们感激他吗？那是他就修这点路说真的，这修这东西啊，修的太少了。啊，这修的那边可以哈。你要是他那会儿没那个啥似的，我的大房子那个的嘞，我说真的，那边给敲头，我都变有钱了，我要得把那个厂修完了。啊，这结果啥也没掉，那啥不走那就我服了他了。啊，你包括群众，包括镇的、县的、村的，那都是极力的捧他。哎，要不让他走不到这一步。你像这，我像我们这个村，俺村里找他接活，叫他捐助建个学校，1分钱没捐。朱之文说：“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不要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不管别人是不是理解，自己只做对得起良心的事儿。这一天，他又和村民商讨换掉老化的供水器。3天，我积家的坦，我多坦的这种。这个就是说，你换，你办法就是说，你朱之文是名人，你有钱了，就是你多坦的，我都那个背我这个背。
原本计划每家每户出钱平摊供水器的费用，结果村民们没有达成一致，朱之文便主动承担出资人的角色。最终朱之文个人花了5000元为村里买了一台供水器。3、4、5、6、7、8、9、10、11、12啊，好，咱这个咱还是开个手条吧，就是我他这开了点点白没球了，是来安装供水器成为了村里的一件大事儿，邻居们动用了起重机来搬运供水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赶来围观。不是我给换这个管不孬，是好的嘞。俺这也高兴，这个井领费，这一个村的都用这个井领费，这不就方便了不好啊？村里出个名人好不好？好，好，出个名也是挺好。那又是不孬，俺是比没有比人强。人家外边人家不跟人家学习，不跟人家个买家，是吧？还出个俺这庄，人家给买上了，俺方便了，还出没方便了。因为供水器的事儿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后，朱志文发现已经有客人在家里等候多时。这位年近60的老人大老远来到这里，希望得到朱志文在唱歌方面的指点，以后也想上电视台参赛出名。目前来看，就是说他这个你这个基本功是太差太差来了。他是心里热啊！我讲他，刚才我都说了，我你是喜欢歌，在这个喜欢不等于你唱的好，唱歌，你是在家唱那玩，你唱的再孬，水平再差没关系。你说我想上台，你凭你这两把刷子不行。另一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儿童歌手张涵也经常来到朱之文家请教歌唱技巧。朱之文告诉我们，他在家的时候经常有人登门求教。妈妈，您什么时候回家？你在外地还好吗？你来过几次啊？3次。感觉怎么样？每一次来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朱老师教你什么？面对上门学唱歌的乡亲，朱之文总是耐心的教导。看着这些执着的学艺者，朱之文一方面体恤他们的辛苦，另一方面他也不忘自我提高。想起自己当年学歌时的艰辛，他庆幸自己能成为音乐泰斗金铁霖的函授弟子。只要人在北京，朱之文有时间都会拜访金老师。一簌簌琴声尽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这个调的，你刚才唱的是降 A 调啊，降 A 调。比原来的调的低了个小3度。哦，应该是。多唱点曲目，多唱点大家喜欢的歌，熟悉的歌，因为你嗓子很好，你很会表现，你就把它唱好了，大家就非常欢迎你在台上的演唱。他是敬业的歌手，小的那个机器，然后插在上面，就一遍一遍的听。他也是称职的演员。他的神态呀，我觉得都很符合我们这个电影，因为它很喜剧。如何化解成名后的烦恼？没钱也好，有钱还得罪的人。如何解决内心的矛盾？我付出的太多了，太累了。稍后请继续收看大衣哥的成名烦恼。啊，好好好。哎呀，这个楼里边
这是哪个节目的录制啊？对于一名歌手而言，能够拥有更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才能保证自己的歌唱道路走得顺畅。每次录音之前，朱之文总会与音乐制作人在工作室中练习探讨歌曲要点。应该还要降半个音啊？哪一个？就是那个塞北的雪啊，这样也能唱，但是没中音就不好少了啊，就是低音就是没有那个那个声音了，是吧？就全是很高的，全是要是不降有点困难嘛。不降不困难，也不困难。不困难，就是这个按个原调。每一次录之前，哪怕是他熟悉的歌，都会打电话，提前打电话说要注该注意什么，然后问我调性，因为他是男中音，他有的时候拿到女生特别高的歌，他会哎，孟老师，你看我哪个调比较合适，他就按着哪个调去录，然后他有个小的那个机器，然后插在上面，就一遍一遍的听，啊，还比较敬业。白玉般的身躯，高高的河水，一家人。一天紧张的录音结束了，朱之文最想做的事儿是回家休息。在北京天坛东门的一个小区内，朱之文与另外几个同乡一起租了一间每月房租2800元的房子。两间卧室里摆放着5张床，他和在京打工的同村老乡居住在一起，这便是他在北京临时的家。那么有钱干嘛不买几套房子？其实钱嘛，就是我什么时候多了什么时候少，钱多钱少够花就好，就是这样。我也不想要多少钱，也有钱就是我你叫我自己选择，我情愿不要钱，我还回来原来就是在农村种地那个感觉。现在就是出名，我经常说名人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俺那收那个煤球刚过完，我回家想拉点煤秸，到冬天就是说烧锅，俺那烧地火得好引火，弄点引火槽，问问家里那个鸡啊小狗啊，就是没生病吗？菜该嫁了没有？套解了没有？你天天在外边演出，还管家里这点事儿啊？哎，那再在外边这时间再长，那是一个家。你在外边再好，也得要家。虽然牵挂着老家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但北京这个临时的家，现在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间屋子同时也是朱之文的工作室，练歌，给粉丝准备签名礼物，挑选服装，还有录制演出现场广告语，全在这一间十几平米的卧室中完成。哎，大家好，我是带一个朱之文，8月2日2014年畅享阜宁群星演唱会，咱们不见不散，祝福。朱之文在北京虽然有一个临时住处，但他说那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每当夜幕降临，北京的街头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他的思绪就回到山东那个让他魂牵梦绕却并不很美丽的村子。我呢特别想回家看看我的老婆孩子，左邻右舍在俺那边那个小树林里自由自在的唱唱歌，很清静，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哎，好心人留步留步，哎，那个我你买我这一件大衣吧，我这个大衣你穿上还能暖和，还能拥抱你平安。朱之文的演艺圈朋友对他最大的评价就是朴实无华，接地气。这也是为什么朱之文成为了各大演艺活动的常客。除了老本行唱歌外，他偶尔还会出现在影视剧拍摄现场。他的形象包括他说话的声音呢，还有他的一些神态呀，我觉得都很符合我们这个电影，在整个状态上也会比较朴实，然后就是比较接地气，所以我们那个找他过来帮我们串一个戏。而且现在最近他的名气也是特别的火，嗯，所以也想就是借他名气呀。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觉得他比较火嘛，因为我们中间也串了好多演员。开机，我是剧场一进五四，穿上军大衣回家参加选秀节目，就唱滚滚长江东逝水，火遍大江南北，最终登上春晚。对于朱之文来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
让他觉得身心俱疲。原本镜头前热情的表演，在结束的那一刻立即变成了满脸倦容。演员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在朱之文眼中却有另一番解读。最好也别当演员了，当演员这光唱歌给我累得我够呛了，在这当电影演员的才没有我好时候呢。哎，好多人都觉得出名怪好似的，哪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自己享受了吃了吃肚里才算是自己的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啊，哎呀，走走走走走，慢点了，哎呀，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这天朱之文得到消息，二哥要辞工回家。朱之文的二哥朱之房在北京大瓦窑的装修工地上打工，因为年龄已过半百，他决定辞去装修队的工作，回家养殖兔子补贴家用。朱之文见二哥辛苦，出资30,000元作为二哥回乡搞养殖的起步资金。哎呀，二哥，那我回去来是吧？啊，你这个啥？我没有时间跟那个请客了，我那跟那个谁，跟那个这个咱那老乡谁呀？那个说他吃个饭。别吃饭！哎，给你拿着拿着，我没时间请客，你。咱老乡吃个饭。二哥的回乡计划再一次勾起朱之文的思乡情绪，但令他内心矛盾的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只能是说矛盾，我也不知道好，也不知道是坏。啊，要是好了，我的条件比以前好了，成名以后好了，有钱了。让很多人认识我了，给我祖宗那个增光添彩了。不好了，就是我付出的太多了，太累了。我很矛盾，就是一句话矛盾。小马老师，祝贺市场，大柳树。如今除了演艺生活，到北京的各大旧货市场淘宝成了他的最大乐趣。我说我是不要钱了。爷，那不行，咱们就互相的。爷，行行。哎呀，是这样，是是的，是的。啊，来来来来，老师多少钱？您您别这么客气，真的真的真的。我就如同啊，这拉到您，我特别高兴。你我那可不行。我那有什么不行？来来，你看这也行。我是要钱。我再给你加，不够我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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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拿着拿着。您太客您太客气。你这样我，那该多少钱？我收你多少钱呢？是可能是25吧。25，算。那不行不行。不。好。虽然最终朱之文还是坚持付了车费，但成名之后的这种变化还是让他心情愉悦。他给你添麻烦。添啥麻烦？你看我听着还添啥麻烦？我老乡。三道老乡。三道老乡，你好你好你好。现在出版系列上一个你够好了，你找一个，快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每次出来买东西都像今天这样的场面那么那太多了，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甚至比这人还得多呢，过来围着你照相。对对对，那你是看这像感觉刚都谁真棒。没有没有，今天那么多人来找你照相觉得怎么样？其实呢，我感觉的人家找你合影照相那是他喜欢你支持你。你要是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事找你合影，没事找你合那个照相，没事找你那个签字，你跟平常人就没有什么两样。名人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听你唱首歌吗？哎呀，也不好意思，我们接着唱一下吧，唱一首吧，大家都唱一首吧。好，那个熄下火，熄下火，熄火，熄火。鼓掌。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不论是演出还是逛街，朱之文随时都会被粉丝们热情包围着。甚至当他抽空回乡探亲的时候，粉丝们也会出现在他家门口。刚回到家，粉丝们高举大旗来到了朱之文家中做客。宁波和安徽合肥，像那个四川的重庆、贵阳、遵义，我都带这个旗。成都的一个粉丝，他拿着这个旗曾经上过那个日本，上过美国，都上伊拉克了。到了伊拉克，都是咱中国工人，多愿意听他的歌。粉丝们的崇拜，学艺者的虔诚，村民们的赞许，在别人眼中，朱之文已经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朱之文却有着难以言表的苦衷。此刻，朱之文几十平米的小院显得热闹非凡，但成名后的这种喧嚣，却给朱之文的个人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他希望自由，希望在自家田头自由自在地种地、唱歌。当个名人，现在自由还是原来自由啊？还是原来自由。原来没钱呀？没钱也好，没钱也好，有钱还得罪的人。在家吃个粗茶淡饭，我感觉比在外边吃宾馆的那大桌那大餐还强嘞。你觉得现在烦恼多，还是原来出名之前烦恼？是在我烦恼更多。有什么烦恼吗？言多必有失了。你不得难忘，你说的话说的多了，说的难忘不合适，好多人都批评你。你是个名人，你怎么这样说了话嘞？说话大哥，你得注意的点，别那个样说，咱都不知道的就得罪人了。对于朱之文来讲，早起劳作，午后美美的睡上一觉，太阳落山时唱着歌回家，也许这是他现在最渴望的生活。但他也明白，这样的生活或许他已经回不去了。头顶蓝天脚踏泥土，早出晚归汗流浃背，农民老大哥语言不算多，幸福好日子和谐快乐多美好。作为一个原本在田间耕作，把唱歌作为兴趣爱好的农民朱之文来说，成名后不自由，可以说是他最深刻的一种感受。一夜成名，带给他的不仅有名人的光环，生活的巨大反差也使得他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关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或许身处社会的你和我，也都有着台前和幕后的两面性。大衣哥的疲惫与矛盾，或许正是我们多数人生活的投影。昔日大庄园里风华绝代的体操皇后，看《红楼梦》的大观园，我比她都是都能比大观园。今日百步街上尖酸刻薄的白发老妇，她差得远呢，差个脑子。大半生的故事刻在他的脸上，不愿道出的秘密藏在他的心里。狠狠地啥呢？恨过自己，没有看中人，没有决心，他懦弱，恨自己，错错错，恨恨恨。迟暮老人的平凡生活，传奇女子的爱恨情仇，究竟会闪烁出怎样的奇光异彩？纪录片编辑室《我最后的秘密》即将播出。
Thank you.